还记得曲颖吗？曲颖这个名字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超高的颜值，超高的身材，更是模特出身，妩媚性感的气质，可是多少男生心中的女神呢？曲颖1971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华语演员歌手。1991年曲颖获得美国超级模特大赛中国选拔赛第二届中国十大名模大赛亚军，并担任电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女主角。1996年主演了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成为最时尚的谋女郎。但是最近她却像是发酵了一样，身材不断膨胀。近期出席活动的她身穿黑色的不规则上衣，面对镜头露出得体甜笑，气势还是有的。下身穿黑色的阔腿裤 All Black 的搭配不止不沉稳，还很高级，腰间金属环将衣服皱在一起的设计也凸显了腰线，更显身材高挑。不过这粗壮的手臂和肉嘟嘟的脸蛋都向我们说明了一件事情，曲颖发福了。在台上大笑的她就像是个200斤的傻姑娘一样，还有这脸蛋和手臂脖子上皮肤的对比，这黑白差距也太大了吧。化妆师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你就不能给曲颖脖子上和胳膊上也化个妆吗？想想曲颖这几年的变化，从人人羡慕的女神到现在，只是准备追随贾玲的脚步，越走越胖啊。在上一波之前美美的曲颖，你就知道她胖得有多离谱。